快递。戴总啊，我们用家以旧的吸尘器换过了这款戴森微吸的吸尘器，你自己来搞卫生就不用担心你的狗毛还有家里的卫生问题了。不不不，咱俩都哭不完了。让我用新学的戴森除尘吸尘法来试一下是否能够高效清洁。干湿一体清洁工具容易造成毛发变湿，粘在地上变顽固。微吸有强劲的吸力，用它来清洁家里的毛，再也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了。微吸不会阻塞，用久了吸力也不会变弱。搭配高效过滤系统，能密封锁住极小微尘，被子、枕头看不见的螨虫和灰尘都能轻松搞定。哇，好厉害呀！可是妈妈，你为了我又破费了。我自己旧换新，实现戴森自由不是梦。哈哈。